月亮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是你最好的机会，你就说你找还是不找？我是担心怀正哥当官的都狠着呢。月亮，你到底想不想嫁给老七？我不早跟你说了吗？你没变卦吧？没有。 行，没变卦就行。我去找他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啥去？真找他去啊？等着。 喝点酒啊！好，齐站长，库尔班大厨找您。好。哎，团长，站住！先去吧。是。哎，团长，这不是小郑吗？啊，是。团长，我现在是牧场技术员郑军，我有一个情况要向您反映一下。哎，小郑啊。 有情况直接找你们齐厂长反映，不要越急啊。不，团长，他那是这样，那个我要反映的就是齐厂长，所以按照规定，我必须找他上级。你要反映齐怀正？啊，是，那个是这样，团长，齐怀正同志，他嫌弃他农村来的未婚妻，他三番五次要赶他走，他没有任何理由，还要故意悔婚。 他这样做，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在我们人民群众当中形象。他忘记劳动人民的本色，他这样做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。小郑，有事说事儿，别把什么事情往政治上扯。事实就是，齐怀正同志他不要杨月亮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团长，要是假的话，我可以承担一切责任。 你在这等着。是，齐怀正，齐怀正，齐怀正，团长，齐怀正，团长，团长，哎，怎么了这？你为什么不和杨月亮结婚？哎，团长。 杨月亮跟你说了，你别听他的。杨月亮没找我，怎么？你还打算给人家小鞋穿呢？那就是郑军，郑军找我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打击报复，我立马处理你。我哪敢？回答问题，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 晚上你就和杨月亮结婚，团长，我再说一遍，今晚你和杨月亮结婚，我当证婚人。团长，能不能缓缓？执行。是。小子，那我治不了你。 团长，小郑，哎，你反映的事情解决了，今天晚上，齐怀正和杨月亮结婚，我当证婚人。是。那去吧。啊，是，那我走了，团长。哎。
我跟团长说了，今天，就今天晚上，你和老齐就结婚，他给你们当证婚人。 怎么了？目前还有双生的吗？团长说，今天晚上我就能跟怀正哥结婚，而且他当证婚人。太好了，月亮终于要结婚了。凡心哥，凡心哥，过来。等一下啊，月亮要结婚了。啊，真的，月亮，恭喜你啊！这个老齐，哎，老齐呢？ 小莫，哎，快去找厂长，让他们给我们安排体检。好，咱们就用那个桌子吧，条件简陋，没有办法了，走。哎呀，啊，这么多呀！对呀，这么多呀！老齐，老齐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干嘛干嘛？快，哎，那也吃啊！哎，那也吃啊！怎么了，老齐？恭喜你，当心龙光啊！别喝起火来折腾了，行不行？ 老齐，不要得了便宜，安排不安啊！一会儿我带人去牧场给你安排安排，晚上等着入洞房就好。哎，别再折腾我了，行吗？我跟红丽，听你瞧这样。同志，你是齐营长吗？我齐怀正。啊，我们是总厂医务室，来给你们体检的。在哪儿？在台子那边。 好，齐营长，您安排一下。趁着现在开会人多，把体检给做了。好，我现在就通知。牧场的职工注意了，现在到台子那儿做体检。一队开始，直属队最后。牧场的职工注意了，现在到台子那儿体检。哎，大家不要慌，大家不要慌。大家都排好队。来。
男的一队，女的一队，男的一队，女的一队，男的一队，女的一队啊！哎，在这儿呢，正找你们呢，快跟我走，去牧场。什么事儿啊？去牧场干嘛呀？干嘛呀你？哎呦，老齐啊，来来来，你看看啊，团长，哎，团长，哎，我能不能不结婚？齐团长，从前几年八千乡女上天山，到从山东、江苏、河南、河北大批女青年支援新疆，那上级为20万大军找媳妇难题，那是费尽了心机啊！啊，再说了，那杨月亮。年轻漂亮，会唱歌，而且本来就是你未婚妻嘛。你用脚趾头想想，人家哪点配不上你啊？我看你就是烧子。不行，今天把事儿办了。那能不能缓缓？不能缓，我不能让我的营级干部打光棍子呀。那你不也是光棍吗？老齐啊，我跟你说了吧，我呀。马上就不是光棍子了，团长。我跟你说，男人只有找了媳妇才有了根。今天晚上把事办了，没得商量。你干嘛去？就我去张罗体检去啊。体检？谁体检呢？你们总厂医务室的吗？林凡清呢？到牧场帮我张罗洞房去。你去，你们今天都不要回来，我晚上到农场找你们。这体检咋办呀？你去，你们都不能回来。去啊！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，体内长期缺水会使你的机能下降，容易产生结石，知道了吧？哎，谢谢啊，大夫。好，不客气。下一位。你好，大夫。哎，叫什么名字？王爱国。好。徐医生。啊，团长。啊，你的那辆车我没赶上，刚好有一辆拉设备的车，我们就跟着过来了。你过来一下。稍等一下。团长，今天这里工作有点忙，你们抓紧时间，尽快回去。团长，我们既然来了，就要把工作做得细一点。以后有的是时间，今天不行。为什么呀，团长？行了，别说了，执行吧。静真，工作上的事情你要理解我。我不知道体检会影响您的工作。哎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我不太懂，低声说挺正常。天哪，好正啊！那是。这边。这边。再往上点。停那儿，停那儿。完了，哎哎，这个啊，叫我们放这儿啊。真俊，就跟画上的似的。别开玩笑了，你才俊呢。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事儿你就得找团长。这回我不用替你担心啦。咱们俩一块把婚事办了吧，你说呢？老黎，啊，你说呢？咱们一块把婚事办了吧。红柳啊，都答应了。我们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咋不着急呀？在一块办多喜庆啊！你腻歪啥呀？那个，我们这段时间啊，实验站特别忙，等忙过这一段吧，啊，好吧。
我听你的。怀正哥，怎么做？你怎么也回来了？啊，我找月亮说两句话。哎，多写点红纸啊。哎，行。月亮，你坐。月亮，你是个好姑娘是吧？怀生哥，你头一回说我是好姑娘。你听我说，我也是喜欢你的。那句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，不能要孩子的。嗯，不要。你听懂了吗？我听懂了呀。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你不后悔？我不后悔。如果你要后悔了，结了婚还是可以离婚的。怀正哥，我杨月亮不会后悔。那我就跟你结婚。小莫，你再去喊一下，哎，看还有没有没有体检的。好，太好了。牧场的同志，还有没体检的吗？还有没体检的没有？别喊了，还有几个他们去牧场了。哦，哎，同志，你能帮我通知他们吗？齐云昌晚上结婚，他们来不了了。哎，同志，同志。玉玉，两位同志，你们体检了吗？什么体检呀？没有、啊、那边就差你们俩了，走吧。请坐，请坐。姓名？红柳。红柳，给他测一下血压、脉搏，都测一下啊。同志，什么姓名？林凡清。林凡清。青芝，青芝，你们干什么？干嘛呢你？红柳，红柳，他是，他是许静芝。对，他就是许静芝。樊青，他是谁呀？
静芝，他……许静芝，我告诉你，我和林凡清已经订婚了，他现在是我男人。黄亮，你说什么？我们订婚了，他是我男人，你订婚了。静芝，你听我讲。你订婚了？真君说你回上海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给你写了八封信，静芝。我问你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静芝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。静芝，你有误会，静芝。你听我讲，听我解释。你走开。静芝，静芝。静芝，你等等我！你走开！静芝，静芝，你把门开开，你听我解释。静芝，静芝，静芝，听我解释。静芝，滚开！团长，我是许静芝男朋友，滚！你才滚开！是人家是我和范金哥的，轮不到你说话，滚！你等着。静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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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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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樊清，这，黄柳。站住！大师，你不晓得情况，你放手。我不晓得情况，我晓得你是洪亮的男人，是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。你快下来！滚！放开！你给我听好了，那个女人不是许静芝吗？是许静芝啊！你们都晓得我跟许静芝的关系。你给我闭嘴！许静芝是你原先的相好，洪柳是你现在的女人，是你订了婚的女人。对。我男人说的对，我们才不管什么许静芝呢！你要对不起洪柳，我们都不会放过你。你们听我讲，这是个误会，这是个天大的误会！现在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，我必须要找到许静芝弄清楚。你敢？范兴哥，你能先跟我说清楚吗？你亲口答应的婚事儿，连日子都定了，现在你要追别的女人，有这个道理吗？洪柳，你听我讲。我听着呢，你说吧。你现在就跟我回去，今天晚上咱们一块结婚。老七，你不明白。我什么都明白。七尺长的汉子说出来的话砸在地上那就是个坑。老七，你让他说。静芝是从上海追到新疆来的，我不能辜负他。那你就能辜负洪柳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还是什么意思？对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想想他，他多可怜呐！那洪柳就不可怜吗？他在山坡上等你不可怜，他没有爹不可怜。我看你许静芝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，青哥，我听明白了，你心里只有许静芝，我们就不该来。洪柳，洪柳。
放心，红柳的话你也都听到，这话里的分量，我想你也能掂量。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摸着良心去。让他自己决定，炸！慢点。哎，景志啊，景团长，团长好。团长好。今天的事情你听我解释。你还解释什么？怪不得我一要去沙闷子牧场体检，你就三番五次的阻拦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林凡清就在那儿，这一切都是你设下的骗局。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。那是什么样？你说呀，你说呀。我解释不清楚。你是团长，我给你留着面子，我不想说出难听的话。我请你现在走。你这个样子我不能走。你要是还有尊严的话，就请你现在出去。我不走。我看不起你。随你的便吧。行，你不走是吧？你们走，我走。我不会让你出这门的。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要拘禁我呀？拘禁怎么了？我想拘禁你一辈子。开玩笑，异想天开。静止，我今天不要脸面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李国祥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想娶你做我老婆。你说什么？团长，你。你怎么？行了行了，吵什么吵？都传出二里地了。宝林，这个老林心里啊放不下许静之，就证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就冲这点我挺看得起他的。而且我们家怀正哥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，那老林要是个男人，这种事儿他自己拿主意。其实我觉得老林这次找许静之解释一下没什么别的意思嘛。那他也不能说跑就跑啊，八匹马都拉不回来。老林那个脾气，那八匹马把他拉回来了，那是他吗？哎，杨月亮，你到底向着谁啊你？嘿，你说我向着谁啊？你要是不心疼，那老林回来，我拿把刀，我扒了他的皮，你信不信？你少说那些没用的，都是老七给你灌的迷魂汤。你才少跟我说那些没用的，我告诉你啊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跟老齐，我们进洞房了。切，那你赶紧进你的洞房去啊，谁也没缠着你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，我缠着你呢。行行行，还不知道谁要死要活呢。我告诉你啊，红柳，你要是搅和了我跟老齐的事儿，我记你一辈子。切，爱记不记。
行，好心当驴肝肺，你们的事儿我懒得管了，我要当我的新娘子去了。哎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！哎呀，你给我坐下！你还真走啊你？不犯劲儿啦？没劲儿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呀穷亲戚，恶邻居，我算是摊上这事儿了。行了，我先给你分析分析。去，给我扶个远。切，你不嘚瑟你能死啊你！赶紧倒水去。说的没错，我上回去牧场就看见林凡清了。你可以说我、骂我、怪我，我都接受。可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清楚，我上回是亲眼看见林凡清和那个叫红柳的搞到一块了。我是怕你伤心难过才和老李一起瞒着你。我当时看着他俩亲热劲儿，我恨不得上去抽他两巴掌。林凡清他就是个花心大萝卜，根本就不值得你去爱。周姐，林凡清不是那样的人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，你说罪活该。就算上回我告诉你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跟今天一样，你就把他拉回来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你整天看着一个道德败坏的人，你恶心不恶心？林凡清他真的不是那种人。那他是哪种人？好人？好人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吗？我也就是亲眼看见了，要不我也不信。你要是真跟这种人结了婚，你哭都没有眼泪。哎呀，可以说了吧你？嗯。哎，感情这种事儿啊，你不懂。一种呢叫回心转意，一种叫一心一意。啥意思啊？其实你回过头想一想啊，你站在许静之那个角度，其实许静之挺可怜的。你听我说完呀，他不光没有回上海，还一直在找老林。他找到老林了吧？这老林还被你拿下了，这就是命。他可怜，嗯，我觉得他可气。早不来晚不来，你说你跟老齐，你俩都准备结婚了，都让他搅黄了。这就是天意，老天爷不让我跟老齐单独结婚，就等着你跟老林一起结婚，一起生个娃，再一起定个娃娃亲，你说呢？我才不跟他结婚呢。许静之他就在总厂，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我过不了。凭什么不跟他结婚？结，必须结。我说许金枝可怜，我还没说他可恨呢。哎呀，咱可怜他呀，谁可怜咱啊？你放心，有我杨月亮在，还有我们家老齐，一个许金枝有啥弄不了的？你呀就听我的，老林是咱的人，死咬住他不放，明天你就跟我去总厂，死活把他给弄回来。那他要是不回来呢？老林心软啊，你就哭，使劲哭，他一见泪啊立马就心动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做不来那个。切，都结婚的女人有啥弄不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到时候欺负老林你别心疼。这能行吗？去，水里国家儿堂去。切，驴呀你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喝吧。行啦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哎呀，你想齁死我呀你！老李今天是拉下脸了，他服过谁呀？他跟谁低过头啊？
你许静之是头一个，像他这种男人呐，死心眼儿，死心眼儿的男人可靠。他要是对你好，就会好上一辈子。周姐，你先别说了，不像那个林凡清，你在这边满世界找他呢，他可倒好，跟别人好上了。什么人呢？姐，还有那个洪柳，他也别张狂。 有的哭的时候，姐，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啊！哎呀，安静，你能安静得了吗？我要是走了，你心更烦。姐是过来人，比你看得清楚。咱们兵团什么样的人最可靠啊？二八五团，你听不懂是吧？我跟你说道说道，这二八就是28岁以上。 5就是5年以上的党龄，团就是团级干部。这几样人家老李样样都占着，你上哪儿找比他更出色的？我不想听，我只想要回属于我自己的。哪个是属于你的？哎，这说就是车轱辘话，就那个林凡清。我要的就是林凡清。那他在乎你吗？他是以为我会上海了。他以为你回上海了，他就该变心呐。 说你回上海了，我就不停的给你写信，我给你写了8封信，你一封都没有回，我以为你变心了。樊清，这一定是误会了。你写的8封信，肯定是被我妈给扣下了。怎么会变心呢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上海说过，我们俩海枯石烂，永远都不变心。我记得，我都记得。那樊清，这样，要不然你调过来，要不然我调过去，我们俩要在一起。 永远都不分开，对，再也不分开，再也不分开了。樊清，对呀，樊清，洪柳，洪柳他是无辜的，这样，我们俩跟他去谈一下，我相信他一定能。 他一定能理解咱们，对，他会理解我们的。可是，你去跟他谈，太尴尬了。我去跟他谈。不，坚持，还是我去吧。樊清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，我不能让你受委屈。为了咱们俩的爱情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 周辉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怎么回事？林凡京找他来了，一进屋俩人就抱成了一团。你说什么？抱着，就差那什么了。我把他抓起来。哎，你抓了他，许静之会恨你一辈子的。那我不管。哎，老李，哎呀，他。
团长，周姐。林凡清，你跟我出去。为什么？这搂搂抱抱的像什么话？团长，周姐，这是我的房间，请你们出去好吗？要出去，快跟我一块出去。他是我男朋友，他是我爱人。他是订过婚的人。那些都是误会。误会也是订过婚的人。景致，先让林凡清出去。周姐，那也影响不好，听话。林凡清，顾总。凡清，凡清，团长，你放手。景致，先让他们出去，他们只是谈谈。凡清，你别。你放开我！行，我跟你出去。凡清，景致，你放心，我跟他谈一谈，马上回来。啊，你放心。